家人们平安，又来到我们 C Hub 祷告会的时间了。在祷告会之前，有些注意事项想让你知道。第一点，寻找不被影响的环境，好让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够更专注在祷告当中。第二点，确认你的手机、笔电等观赏工具电力是满满的，不会看到一半就断电。第三点，准备一下可以记录的工具。我不知道你的祷告长度多长，鼓励你在我们祷告完之后会有等候神音乐，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安静来领受，欢迎与我们分享你我领受到的。第四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父母是正在收看的，想邀请你们可以找自己家中的孩子，特别是青少年，一同参与在这当中，因为这段时间大概是我们学生可以一起为国家祷告最多的时候了。年轻人，这时候是我们的心与阿爸父连结的时候，不是只顾自己。圣经上叫我们不要只耽顾自己的事，所以我们更多用耶稣的心来为世界上需要的祷告，一同在神面前呼求，看见在之后更多的年轻人更渴慕神，更多的投入，也可以听到更多你我的见证。第五点，我想邀请我们当中你是带祷者身份的弟兄姐妹，邀请你一同先来等候神，我们一起来领受神把哪三个国家放在你的心里，待会我们再为这三个国家祷告，你可以为这国家的儿童少年的事工神的工作来祷告。欢迎你在下方留言是哪三个国家的儿少祷告，跟我们一起分享哦。那我们接下来用2到3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等候神。亲爱的家人们，今天当我们来到这里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大山都要为你我来挪移。阿门。让我们带着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来到这里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大山都要为我们来挪开。阿门。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祷告在我们身处的环境建造非常强烈的气氛。所以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先为着你自己来祷告，让你自己定睛在神的身上，让我们一起 举起我们的双手数到三，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自己的灵先被眺望起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山都要为我们挪开的，阿们。我们祷告的时候，烈火都要为我们翻转的。你要相信你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所以数到三，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为我自己，这是再一次献上你在你的面前。
主啊，主啊，你就使我真的是好，预备好自己，主啊，主啊，主啊，愿你来，愿你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我相信大山都要为我们挪开。主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烈火都要为我们翻转。主啊，主啊，这使我们不论是不论是青年人，不论是中年，或者是其他年纪的身份的人，主啊，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主啊，就使我们那祷告是大有能力的祷告。主啊，谢谢你。接下来，我们为年轻人来祷告，我们为现在的青少年和他们家人的关系祷告，求神医治修补从家庭带来的伤害，重新在主的爱里建造美好的互动，修复家庭的关系，建造家庭祭坛。接下来为着青少年祷告，不沉迷于网络似是而非的爱情观，而是用圣经的真理好好预备自己，使青少年可以用心经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愿神亲自吸引青少年的心，使青少年渴慕主，与主同行，效仿主耶稣的榜样，成为有影响力的领袖，有正确的思想与反应，更多来赞美及等候。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这世代的青少年要成为被神重用的一群，我们必成为耶和华大能的军队，冲破黑暗，迎向光明。阿们。我们数到三，我们一起来为青少年来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主啊，就是为这些青少年来祷告，主啊，使他们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不小看自己，主啊，使他们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是做信徒的榜样。主啊，就是那些你就亲自来医治，来医治那些从儿童家庭带来伤害的人，主啊，特别是他们要特别走到教会当中，使教会来修复他们的。再一次的来经历到你我们浓浓爱在这当中，主啊，也使他们真的是在不沉迷于网络上面，主啊，使他们在聊天，就是不会有那种暧昧的行为或者是其他，主啊，反而他们是能用真理来，用圣经神真理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哦，主啊，主啊，你就使他们能够来好好的来经营他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主啊，亲自来引领他们，主啊，以他们兴起更多的领袖。更多的领袖来，使他们有正确思想的反应，主要使他们在每天，在每天的赞美及等候都有神的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接下来，我们为着属灵父母来祷告。第一点，我们为这世代兴起更多的属灵父母；第二个，让属灵父母更多的时间为着属灵孩子来祷告。如果你不是属灵父母的话，你可以起来为着你自己的父母或是属灵父母来祷告，求主帮助，让爸妈以及属灵父母可以将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不再忧虑劳苦担重担，也求神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赐给他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能用神的眼光看他们的儿女，他们也有属天的智慧，求主祝福他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儿女们寻求神的面，就心满意足归荣耀给神，也跟他们的儿女之间没有任何的代沟。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主啊，我为着我自己属灵父母来向你祷告，主啊，真是他们能够将这一切的重担，真是天天来交付给你。他们主要是天天来寻求你的面，主啊，也特别是祝福他们的心中有智慧，主啊，是更多来理解于你，主啊，主啊，就是你，主啊，重担的交给你，主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使他们可以进入化你的真实，他们的心怀感恩。谢
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家人们，接下来我们要为着小先锋来祷告。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小先锋，那感谢主。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在我旁边会有资讯栏，可以点进去来看。暑假又到了，这次的小先锋有遍及台湾各个地区的青少年，会一同线上上课。我们来祷告，使每个参加者都能够预备自己的心，把自己的状态调适到最好来参加。也祷告使他们在营会的期间有很多的领受、分享及讨论。在台湾场结束之后，会有海外也会有小先锋的举办，我们一起来祷告。数到三，我们来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啊，主，主要这次为了暑假期间的小学生来向你来献上祷告，主要真的是他们的青少年，是各个青少年，真的是他们能够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来参加到这一次的小学生当中。主要也是很祝福在各个地区的青少年，是他们的设备都是完善的，是他们这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主要也特别祝福在台东身上，主要是他们真的在那边主要也是他们有非常好的领受，主要是他们领受问题，任何的问题讨论，主要都是非常的好，而且这一次是非常不一样的。主要愿你来做的，我来帮助他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接下来我们要为台湾来祷告，感谢主，让我们这周确诊死亡人数不断的在下降。你知道吗？有这一群人，他们与时间赛跑，与死亡抗争，他们选择挺身而出，全力以赴挽救每一个宝贵的性命。这一群人是站在抗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他们和我们一样，有所爱的家人、朋友，长时间劳累或困倦疲乏，也害怕被病毒感染。然而他们在这时候选择义无反顾，坚定完成摆在眼前的使命，只为了守护我们的健康。今天晚上我有感动，我们要特别为着医护人员，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向神祷告。我们祷告使他们每一天求真使神带给他们是每一个天的新的盼望。愿神甚至施恩医治那些病也有病患，让成功战胜疫情的病人，为医护界鼓励，保护医护人员真的是坚定专注做好手中的工作，帮助他们相信病毒总有止息的一天。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第二点，我们想为着政府来祷告，求神真的是智慧给予政府，中央地方使他们能够合一且有好的策略，使这些突如其来的疫情不再被扩散。我们数到三，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感谢你，这礼拜的确诊死亡人数不断的下降。是的，主啊，也为着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祷告。主啊，这是面对有些是突如其来的时候，这是他们这次不继续抵抗。主啊。坚定做好自己手上的工作，主啊，他们特别有大能在当中，主啊，我为着政府来向你祷告，主啊，真的是他们在合一的里面，主啊，使他们在面对疫情中，这时候更多的策略在当中，主啊，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嗯、接下来我们为着美国来祷告，为着暑假青年学校来祷告，我们为同工讲员的预备，以及各国在线上一起上课没有语言上的差异，只有天国的思想以及神国的价值观，我们一起来为青年学校来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持人，为着青年学校来向你祷告。主啊，这是信心从16岁到40岁的人，主啊，这是再一次合一的祷告。主啊，你要这样透过这次特会，主啊是各个地区，特别是列国当中，主啊，这是什么？但是在这一次要大大的被你得着。哦，主啊，主啊，透过网络，甚至要不断对我们说，主啊，也使我们的环境好，好被你的信心，主啊，主啊，愿你被你真正正在这当中，正在这种当中，主啊，特别是暑假，主啊，我相信你暑假是非常完美的计划，因为你的计划这样正在这当中，在暑假就要来更多来实现，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接下来我们要为印度来祷告。这礼拜牧师这样说，最近有几位我们的同工身体陆续出现一些状况，正在送医治疗中，许多的事情发生要使我们恐惧，但我们是坚强的，神能使我们刚强。所以我们接下来祷告，我们祷告时看同牧师以及他的同工团队都能够经历到神医治的大能，这是保守他的身体，主要也使他们在这段时间这个时候不断持续的一直经历到神的大能在同在。第二点，我们来持续要为印度来祷告，这是求神慈爱的双手，这是要临到印度。我们祷告声要使印度要弃绝偶像，这是辅助平民，关爱弱势群体，求主带领印度进入到真的自由里面，让更多的百姓认识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同声数到三，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为着看同牧师来向你祷告，主啊，这是保守他的，保守牧师，保守他的同工，保守他的团队，主啊，这是能够经历到你大能的在，主啊，这些有些得病的，但是那些。正在送医治疗的时候，主啊，就是他们要经历到你的医治，主啊，特别是在，主啊，也向你祷告，真的是也是他的心灵记得要眺望被你眺望起来，主啊，主啊，愿你的慈爱的双手要进到印度，使他们弃绝偶像，就是要来承认你平安福音的真实，主啊，主啊，真在这时候。用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接下来我要念一段，是这礼拜克兰通牧师写发给大家的信，我来念他所写的应许。2021年将属于神国转化者，要做好准备，因为重大的改变即将要临到。那些专心聆听主声音，并使己心转向他的人，将有能力在面对未来
骤变的环境中掌握大局，神必会出其不意的使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尊荣受肯定，大大的被使用。你们都是被主拣选，要被他使用的。今年也是神给予额外时间的一年，好让我们继续完成2020尚未完成的。愿神与你们同在，他将带领你们再次出发。我为你们祷告，孩子们也都会为你们祷告。求主大大祝福你和你全家。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把握接下来下半年，我们要好好的准备自己，使我们在接下来重大的改变的时候是能站立得住。接下来我们来为以色列祷告，我们祷告以色列的新的总理布兰主神的心意与作为，让以色列一直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主要为着新主人来向你祷告，主要的是无论和感觉非常的困难的主要的是要来，就是要将你旨意与作为主要大大的彰显在以色列的政府当中。主要你我想未来祷告，就是以色列的就是众民的时代一起来祷告，他们能够他们不断的一直遵循神的意志，祷告主要你的意志真的要大大的彰显在以色列的上面，你的祝福也要不断的彰显。主要特别是在守护一生也杀人的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家人们，让我们在今天的最后，我想邀请你再次的把自己全人全心敞开在神的面前，使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相信神要来垂听我们在这里为主所摆上的。对了，接下来我们要用自己的声音来回应神的呼召。耶稣，我们愿意被你所使用。我们就是说，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主，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你却给我生命，使我能单单为你活。就像你为我流出宝血，我向你献上我心。神来说，上帝，求你来使用我。上帝，我就是你的器皿，求你来使用我。主啊，我愿意打破自己在你面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祷告会已经结束了，家人们，我们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线上见。如果你有领受跟感动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下面与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祷告会，也请在下方按赞，好让我们知道。愿上帝祝福你，阿门。